然后那种看门狗的声音真的超级小声。Sorry. Sure. 我决定再去看一下。Oh, oh, oh.赏金小游戏那边。
终于，终于接到了。妈，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在哪。水断腿，看一下这个剧情好了，这里看起来要跑车，拜拜。按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 GTA 的一是按喇叭。感谢提示。第一张感谢提示。超会跑吧，
他妈的是在搞什么鬼？靠靠靠，这一把我靠背哦，为什么会在这？靠腰啊！撞到东西啊！直接变成极干净了呢，洗白。
还有一个难过。很远，什么车啊？哎，九七零，九七零，好啊，好啊。就是不喜欢照正常的路走。哎，你只手机在地上超奇怪的。哦，原来不是一只手机。你就醉鬼。靠北了，屁啊，谁跟你命运共？感觉全世界都知道要怎么帮我找。要感谢提示在这里，妈，我刚刚被炸的要死，小缺缺，我原来那个就是他脚断的辅助器啊。Mission complete. 小工具品是什么？油弹。有可能爆出火花，这么猛。专注力，哇，这是专注力啊！我买分。
我要这个。啊，最主要就是把那个东西大楼里面害进去，终于找到地方可以害了。终于找到地方上去，然后害进去。啊，我要先关台啦，我要去打我的线上游戏了，波波。